诸位同学，大家好。刚才悟道传真告诉我，早晨上午11:30，马老居士在佛齐念佛堂当中往生了，这个太殊胜了。这真正的有福报啊！有这么多的同修帮他助念啊，这么多的同修送他往生，我相信这是菩萨来示现的，给我们大家做证明。佛家常讲三转法轮啊，所以示转、劝转、做正转，这个玛老菩萨来给我们做证明。你看这样往生多自在，没有病苦啊，他必定是欲知实知，在法会当中往生，这是非常难得也非常殊胜。那么我们同学们一这个几天呢，佛齐当中念佛啊，都回向给他啊，嘱咐他高增品位。大慈菩萨告诉我们，我们能够送两个人往生，就比自己要精进。你在这个一生当中能够劝个十几二十个人往生，你的功德就无量了啊！你劝的人越多就越殊胜啊，自己这个念佛功夫差一点呢也能往生啊。什么道理呢？这些往生的菩萨到那里会跟阿弥陀佛说啊，我们能到极乐世界来都是他帮助的，他在临命终时，那这些人一定拉着阿弥陀佛，我们一起去接引他啊！所以这是人之常情的，佛菩萨也不例外。所以帮助人往生，这是四处施法里面最大的功德。那么你们今天还提有一些问题，我想这些问题呢明天早晨我解答给你。今天呢正好澳洲有四位同修到这个地方来访问，他们现在正在进行筹备一个小型的弥陀村啊，就是老人院啊，他们叫做松柏啊长青社啊高龄中心啊，松柏高龄中心。我听到之后非常欢喜啊，这个养老这桩事情在我们佛法里头最重视啊，那就是敬业三福的落实。你看佛在经上第一句话就教给我们，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所以做老人院就是实践落实佛陀这个教训。那么这个教训呢是整个佛法的根基，无论我们修学哪个法门，如果不在这上真正用功夫，念佛也不能往生，修学任何法门都不会得到结果啊！所以养老是我们佛法里的中心课题，比什么都重要。我在83年啊，第一次在旧金山甘老居士住的那个老人公寓啊，在借老人公寓的那个活动中心啊，在那里讲经。所以我看到这个老人中心呢办得很好，
它里面住的有400多位老人，而且还附带办了一个幼稚园，那么主办的人呢，是一个，好像是，犹太人，这个犹太人非常聪明，这个老人院办得很成功，所以我就联想到21世纪的佛教道场啊，一定是这个形式。所以从此以后，我每到一个地方呢，我都会看那个地方的老人福利，看他们的老人公寓，看他们的安养院，看他们的退休村，我看过很多很多。那么在服务方面呢，这个居住生活环境呢，那澳洲最好，但是难怪澳洲是因为地大人少，所以澳洲我去看的这个退休村呢，几乎都是非常美的公园。你进入那个地方，真是不想离开，环境太好。可是有许多人呢跟我说，他说做老人院呢，那是无希望工程的，这老人慢慢就死了，他在那等死啊，所以这没有希望的工程，这是不如办孤儿院，小朋友栽培的有希望啊，这无希望的。我听到这个话的时候，也有很大的感受，可是我不是这个想法，我觉得老人院是最有希望的工程，为什么呢？他脱离六道轮回呀，脱离设法界，他要往生极乐世界去做佛，你说这个希望是多大的？什么样的希望也没有这个希望殊胜呐！你像你们这个念佛啊，马老居士的时候往生到西方世界去做佛去了。达拉斯这个道场，只要有一个人在那里做佛，我们这个道场的建设就没有白费了。我们在那里投资花了将近150万，值得了，代价拿回来了。因为有一个人去做佛了吗？那么再有人往生做佛，那就赚的了。这诸位要懂得这个道理呀！我们成就人做佛，第一功德了。第一道场怎么成就呢？天天听经，天天闻法。听经是见惑通解。不听经是每个人有个想法，个人想个人的，个人想的不一样，思想上就冲突。每一天听经呢，把我们这个思想啊渐渐融合成一体，杂念妄想没有了。我们没有明心见性，没有成佛，必须接受佛的教诲。佛教导我们都是从自信里面流露出来的，换一句话说，佛所教的是我们自信的性德，绝不是佛的意思。佛要有意思，那佛就讲经了。为什么佛说他一生49年没有讲过一部经，没有讲过一个字呢？那天天讲，为什么说没有讲过呢？我们懂得这个道理。天天讲都是讲的宇宙人生真相，绝对没有加一点自己意思在里头。加一点自己的意思，那就是我讲了，我有意思讲。所以没有一点自己意思，就是他没有说啊。他讲的都是信德，谁的信德？我们自己的信德。所以体会到这一点，我们对佛所说的一切法五体投地，佛所讲的不是他的意思，是我们自信本具的智慧德能。我们自己德能不能开发，佛开发了，说出来给我们听。所以我常常在讲经的时候告诉，展开经卷，这经人心得。哪一天认识了，佛所说的一切经就是我们的自信，那就恭喜你，你就成佛了。这是你自信的流露。
先得必须落实，落实第一个就是养老。我们每一个人都会老啊，我们尊敬老人，到你自己老的时候啊，后年轻人就会尊敬你，因果报应嘛。我们不尊敬老人，到自己老的时候，年轻人不尊敬。所以自己也晓得一定会老，老的时候需要人照顾，那么我们现在就一定要照顾老人，照顾的越尽心，照顾的越周到，你陪的福就越大了。诸位想想啊，佛在经上讲，照顾我们自己的父母，那个功德等于啊供养佛，佛常讲的，你家里头有两尊活佛，那就是你的父母啊。父母不孝养，父母不供养，去供养佛，佛不会接受啊。佛是说，你是来巴结我的，你不怀好意，那你不是真心。你真正能孝顺父母，在供养佛，佛欢喜，佛会接受啊。凡是不孝父母，说是尊敬佛的，没这个道理啊。所以一定是从孝亲尊师下手啊！我们佛家讲最初方便，所以这是我们要求这个老人院啊。老人院现在很多老人院，物质生活照顾的相当周到。精神生活没有充其量的时候有一些歌舞表演给老人娱乐，而大多数是什么？是老人自己表演没有请外面这些人来我看到都很难过。我们一定不但是每一天有讲经、有说法、有念佛，还有研究讨论，有什么问题的话，我们要给他解答，无论是生活上的是关于他家庭事业上的儿女方面的修行方面的，我们都要给他很好的解答让他心安了心安理明白了，他的信心就增长了佛家讲的断疑生信老人院里头最重要的是要把这个宇宙人生真相讲清楚讲明白。人有三世，不是这一生的，有过去世还有未来世佛法里面讲这些因果的故事太多太多，常常讲给他们听老人很喜欢听故事给他讲解，给他介绍，然后介绍诸佛菩萨的世界真谛极乐世界的殊胜庄严，常常给他讲，使他印象很深。这就是忆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所以这个是世间最殊胜的功臣，最有希望的功臣。那你什么有希望啊？没有希望我们不干，我们不做啊。我们做的是最有希望的工程我看到了，我想到了，我没有福报，年岁也大了，坐也坐不动了，现在由这些年轻的菩萨发心去执行去落实，我非常感激我也代表老人感激我也代表诸佛菩萨感激你们你们是真正的年轻菩萨了这是为诸佛菩萨来效力，为一切众生呢来效劳。这个是佛法里的常讲的，百千万劫难遭遇，这个机会到哪里去找啊？不容易啊！你想做了好事，好事要有缘分，要有机会我想做没有机会，没有缘分
所以这个机会遇到了不能错过。前几年我访问北京师范大学，我在他们这个大堂门外看到一块牌子，上面写了八个字，学为人师，身为师范。我看到很感动。当时我给副校长讲，还有几个教授陪到我，这八个字就是大方广佛华严经。他们听了也非常惊讶，我说整个华严经就是这八个字的落实。那么我们回来之后，我在各个地方讲经，我这个总题目就用这八个字，八个字当中我改了一个字，它是身为示范，我改行，行为示范，这个字改他们同意，听说他们现在也改了，行为示范，所以做师做表率我们起心动念能不能给一切众生做表率？我们的行为，我们的思想言行，能不能给世间一切众生做好样子，做模范的？要常常存这个意念呢，起心动念所作所为要给世间人做好榜样。韩馆长往生临终的时候，我跟他约定的12条我们学佛的同修出家要做出家人的好榜样，在家的学佛要做在家人的好榜样，道场要做道场的好榜样我们建老人院要所有老人院里面的好榜样，我们做成功了。佛法里头，诸位看华严，看所有大乘经，样样都第一，没有第二的。你经营老人院，老人院第一。你办个道场，道场第一。我念佛，念佛第一，没有第二的。为什么个个第一呢？诚信。决定没有私心这个世间法坏就坏在自私自利，自私自利是迷惑颠倒每个人都保全自己的利益很可怜保全自己的利益，那个利益在哪里？利益是阿鼻地，是恶鬼畜生地狱，保全自己的就是保全自己的这个三恶道你说可怜不可怜放弃自己的利益，超越三恶道，超越六道轮回，超越十法界真正觉悟的人念念为一切众生，还不是为我小团体我教大家起心动念尽虚空遍法界一切众生，你的心量要大，佛在经上常讲心包太虚量周杀戒，我们要兑现要落实世间有一些作恶的人，作恶的人我们不要了，开除了，不要他了，这是不是办法？不是办法。你如何能把恶人变成好人，把邪之见的人变成正之见的人，把造作罪业的人变成修福的人，你成功了。这是教育所以我们不嫌弃恶人，恶人不能回头，我自己做得不好，我自己做得不够，我没有能感动他我们看中国历史，舜王能感动他的父母，感动他的弟弟那这个他这个
父亲是不错了，母亲是后母继母，啊，总是想办法把他害死，把他除掉，啊，所以他那个生活环境恶劣到极处啊！你看看，他能够把父母感动，啊，他从来没有想到父母有过失，父母是对他不好，没想到总是自己做的不够，为什么惹父母生气？这是我们要学习的，啊，只知道自己过，没有看到别人过，所以他才能感动父母，啊，感动他的弟弟，到最后感动了过王尧王。尧王听到这个事情，把两个女儿嫁给他，把王位让给他，这舜王啊，这是我们好模范，中国二十四孝他排在第一了，这是菩萨了，菩萨应该这样做啊！再恶的人，行为再不好的人，我们对他越要真诚，希望他回头，希望他改过自新，啊，希望他能够脱离恶道，能够超越六道轮回，超越十法界，啊，总希望一切众生在这一生当中个个做佛做菩萨，要有这样的心肠啊！啊，以自己的真诚，所以有很多人问我。我们什么态度？没有别的，啊，我提出来的，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用这个心去对待一切人，就没错了。啊，再恶劣的众生，佛家讲一禅体，也会被感化。不能感化，是你做的不够。啊，你真诚里头还有自私。那就不行啊！在事实上，四相上面讲呢，看破放下自在随缘就行了，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了，没有自己的成见，这个很重要啊！我自己要怎样怎样，错了。新加坡这边坛禅法师，那也是一个活菩萨了。坛禅法师在城隍庙摆个小摊子，啊，卖香、卖纸，那个纸钱、卖蜡烛，一份2块钱，本钱一块，赚一块。啊，天天坐在那里做这种生意啊，他自己生活非常刻苦啊，捐助。还有什么？福州的西禅寺捐美金100万。我在旧金山常常讲经一个道场，旧金山大觉莲社，他那个时候买的时候70多万，坛禅法师捐40万。啊，他捐出去问都不问，他说什么？他的因果。这个你看，心多清净呐，一尘不染呐。我这个钱我捐出去是我修福，你们拿去怎么做你们的因果，你做得好你的福，做得不好你都要被地狱，与我不相干啊！交代的清清楚楚，交代不清楚，你这个钱拿给你造罪业，我要负责任啊！我这个钱帮助你到地狱害了你，我跟你讲清楚了，与我就没有责任啊，我交给你，你堕地狱活该，与我不相干。啊，我不讲清楚的时候我有关系，讲清楚了我没有关系。坛禅是也在新加坡，新加坡的菩萨很多啊。啊，所以我常讲啊，我们道场听经的有佛菩萨，我们念佛堂的有佛菩萨在里面念佛，所以大家进入念佛堂感觉的气氛不一样，能够摄心，能生欢喜心，佛菩萨在场啊，佛菩萨亲自在领导啊，那怎么会一样啊？啊，你在全世界任何地方念佛堂，你到我们这念一天，你感觉的不一样，道理就在此地。啊，为什么佛菩萨在此呢？真诚感动。
众生有感，佛菩萨就有应，就是这个道理。所以我们希望这个雪梨，澳洲雪梨这个老人院呢，能够做整个澳洲老人院的模范。我们全心全力的帮助，我帮助大家也跟谭禅法师一样，我做我的功德，你们自己怎么做法我也不会过问，这个样子心地永远保持清净，这个功德才叫圆满功德。我们看到许多人做好事，做完之后还要顾虑，哎呀，这个事情做得怎么样了，有没有呢，心不清净啊，心不清净做的是三界有漏的善果，果报在人天，清净的福德的时候，这个果报在极乐世界，在一真法界绝对不一样啊。所以心要永远保持清净平等，永远对人真诚，人家骗我，我对他还是真诚。这一点我们要学道安法师。道安法师在世，他对我非常好，非常爱我。我有一天去看他，那么正好有一个居士从他里面出来，我在外面碰到，我还认识他。我进去之后，道安法师，刚才有个某居士，你没看到？我说我看到他了。他今天又来骗我。我说那你有没有给他呢？说我给他了。你看看，骗多少次来骗他钱？老法师都数目都很大了，不是小数字啊。每一次来骗他，老和尚都给他。那个人以为老和尚不知道，老和尚清清楚楚。你来骗我，我还给你。叫你有一天觉悟过之后，你会回头是岸的。真正慈悲。所以学佛的人跟世间人观念思想不一样，那这个觉迷也不相同啊。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啊。这个诸位的问题，明天早晨我给大家解答。